飞机转了好几圈是吧，故意飞，而且靠着的海啊，所有的飞行线路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第一岛链的边上走啊。共军的飞机第一在那块就没有战斗力了，就飞到那儿就不行，再不能再补给了，你打了你回不去啊，你或者你根本就够不着啊，然后你要打了以后啊，所有的美军在那个线上已经直接把你消灭啊，都等着呢，气就是让你打我呀，打我呀啊 ，Nazi police 让你打他，啊，让你看看你能够得着吗？你够不着，是吧？啊，而且呢，你我就让你来有动作，包括美军啊，在很多方面非常的就希望共军有动作，没动作啊。但是他对台湾会不会呢？会的，一系列的啊，台湾从今天起到这个共产党被消灭前，没有多少天好日子，啊，没有多少天好日子。